比较普大喜奔，最近好消息不断。这是斯特林小镇上的 Enlux 的纪念小碑，这个也是新建的，原先有一个旧的。那么这两天呢，有中国大陆共产党自己官方的一些Twitter、Facebook， 包括今天早上听说连200多个油管账号都被封掉了，是吧？啊，全面出击。自从南澳洲阿德莱德南澳大学的上个礼拜这个时候的CNMB 闻名全球之后呢，你看一系列行动吧，全球一系列的反制措施都开始了。哎，本身呢是这两天应该是不太乐意做视频，因为的确手头有点事要忙，但是呢像昨天呢不得不跟大家交流了一下，也发了两段20多分钟的视频。结果呢有一个叫大叶郭的朋友，也是推友，也是油管上的粉丝，他就说可能他原先是在类似于华为中心这样的公司工作吧，大概还有10来天要回大陆了，他应该在美洲或者欧洲，那么美国或者欧洲，那么他呢说还是说希望我能做点视频，随性而发，讲点东西。那么我想应该是既然有朋友这样提出，那我尽量尽自己能力满足吧。来看看这面旗，澳洲这面呢是土著旗 Aboriginal National Flag， 上黑下红，当中是黄太阳，澳洲土著原住民的旗帜，然后它某种意义上也是等同于，甚至于在一些特殊场合是更高于那种像澳洲联邦国旗和各地方的州旗，各州的州旗，澳洲每个州都是有自己的旗帜的，然后今天在斯特林小镇，离阿德莱德市区20多公里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小镇，那么今天呢刚刚在推上看到了吴楠同志，阿布扎比的荣誉公民，秀了他的好像是膝盖吧上面的疤，号称是几十年前被虐待被打断的，然后悉尼的邱信博士发了条推说这是一个勇气决心和意志的表现，谁还说他是什么双面间谍，我倒不认为他是什么双面间谍，他到不了那么高，我倒是只认为他就是一个效忠于他的传统，效忠于他的河南山东包括东北这种痞子文化的这种比较另类的一个人，可能脑子是被刺激过，在特殊的时候或者特殊的场合，的确也有可能是在双峰看守所，所以呢会把人性当中很多集中的东西爆发出来，连悉尼的这位邱信博士他都是宣扬着这些意志的胜利，宣扬着这些决心。那么李丰斯泰尔在1934年应该是拍过很有名的纳粹宣传片，就是意志的胜利，里面的冲锋队党卫军包括全民的这种游行，那个拍得漂亮，当时是整个彩色胶片的第一个高峰啊，能够拍出如此震撼人心的这样的这种纪录片，震撼整个世界，但是又有什么用呢？第三帝国纳粹最终是被苏俄和自由世界联合绞杀，当然这个当中也很多是面目不那么清晰的故事，刚刚还在看有关冷战的一些描述，包括究竟谁是二战的真正胜利者，
刚飞过去的这个白的鸟就在南澳洲的洲际是吧？那为什么在 Anzac 这个碑这里要跟大家再绕一下呢？ Anzac 从加里波利1914年登陆开始，那么纽澳军团它的核心就是抵抗专制集权和共产主义嘛。所以那些小粉红在那里骂 CNNB 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轻易就暴露了自己和组织的火力，而且暴露的一览无余，毫无策略，毫无水准，比当年的义和团水平更差。大师兄好歹还让你拜拜猪八戒，拜拜女神娘娘之后跳两招，而那些粉红们就直接冲出来 CNNB 了。结果可好，上个礼拜六好像在上个礼拜五晚上吧，还是礼拜五晚上，在墨尔本被抓袭击那个 ABC 记者的那个好像年轻人已经是被立即注销护照遣返了。所以善恶有报，谎言欺骗是无法换来真诚，更没有办法实现高尚的理想，唯有每个人就是把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和经历，人性当中的光辉发扬到极致，相信在应许之地，上帝才会给予你真正的恩典，是吧？小粉红们其实天天混在微信群里，然后这样的这种令全世界震撼的这种表现，实在是令人不齿，令人发指，所以他们也应该回到他们深深热爱的大清，去继续效忠他们的慈禧爱新觉罗家族，现在就是那个庆丰包，是吧？好了，就跟大家先暂时聊这一点，本身想上山拍一点漂亮的风景跟大家再聊聊的，今天因为风大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待会儿再看啊。好，谢谢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